女人是喂不饱的狼，不妨学学这四点，彻底喂饱她。爱情或者婚姻中，很多夫妻或者情侣都分开了，明明刚开始都是快乐的。都说女人是喂不饱的狼，大多分开的原因都是因为没有喂饱她。男人只要从这四个地方，保准让她吃撑，乖乖被你降服。一、思想上喂饱她。两个人合不合适，首先要在思想上统一。所谓的三观一致，要有共同话题说，有说不完的话。两个人在一起没有话说，两个人在一起没有意义。想要得到一个女人的认可，先要在思想上喂饱她。二、经济上喂饱她。经济是爱情的基础，你能让她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，要和她一起生活，就要有经济收入。好的爱情不只有爱，还要有生活，有经济支持。三、心灵上喂饱她。女人是感性的，不仅要有物质保障，男人还要懂得浪漫，了解女人的小心思，要处处关心她，给她疼爱和浪漫。四、夫妻生活上喂饱她。好的感情，好的婚姻，不是只要有爱，还要有和谐的夫妻生活，两者缺一不可。但是要适度，不可太过度，也不要太冷落。在这一方面喂饱她，还可以增加夫妻感情，让婚姻更甜蜜。女人是喂不饱的狼，学会这四招，保准可以喂饱她，让她乖乖被你折服。你学会了吗？